说实话，我觉得我今天很奇怪。我觉得我今天好丑，不知道为什么。谢谢月亮的奶茶和玫瑰花。就是我刚才对了半天。谢谢歪歪的巧克力，就是我刚对了半天那个光，我觉得好丑啊，然后我就换了好几个地方，换了好几个光，还是觉得就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好。我刚挠的，突然很痒，好像摸到一个小痘痘，然后我刚挠了一下。谢谢好帅奶茶。不是过敏，我今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我基本很少过敏，对食物过敏。谢谢尼奇的奶茶，我在播了。不，刚才都还好，然后突然，哎呀，这种身体是哪儿痒了，谁记得呀？谁记得呀？反正就是痒呗，就挠了一下。怎么化妆了？因为要直播呀，专门直播化的，快夸我。化点淡妆，哎呦，涂了个眼睛嘛，眼影打了个底，没了。谢谢柑橘的奶茶，谢谢好帅的奶茶。因为今天没有在我桌子上直播，我是觉得我桌子上直播有时候就是我桌子那块儿，如果不化全妆的话，因为它灯特别亮，然后离我又特别近，如果我不化全妆的话，会照得我脸上基本就没有什么妆。所以我就要换个地方播，但是换到这儿的话，其实这儿光并不是多好看，所以我就调了半天。这口红每次都涂不好。蒋仁婷，借下你的口红，在哪里呀？这有没有红一点的？这个。OK。谢谢谢谢奶茶。
装好戴，是错觉。不是，就是你的错觉。哦，不，不是你的错觉。啊？不是我错觉。我今天画的真的很淡。确实。我问了，staff， 但是我今天早上问的和刚才好像又有点出入，所以等完全定了再说吧。我现在也不知道 ，staff 也不知道，就是他今天早上和今天晚上的安排都不一样。谢谢小粉的奶茶。天，是不是邀请我连麦 ？Hello， 哎，你听得见吗？你听得见吗？ 我听到了。我把这声音放大一点。我声音是不是很小啊？还好，我把放大就好。你听得见吗？听得见吗？我听见了。你感冒好了吗？差不多了，好多了。你有吃我的感冒药吗？我已经吃完了。真的？那个999，嗯。我还买了维 C 给你。你知道那个维 C 其实它不是补维 C 的吗？啊，不是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效果好，我就买了很多感冒药，我就全买了，我买了各种。那个叫维 C 银翘片。哦，我还买了一个复方什么那个什么，对。啊！救命！我买错药了吗？没关系，反正哦，那个是感康，对，快克，因为我每次感冒吃那个就会好，真假的？哦，啊，好吧，我就那个没吃，因为我吃的药太多了，太杂了，我不敢自吃很多。点的时候吃，没关系，你可以，不，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用到，早晚都会的，早晚会用到的。你们公演结束了？嗯、哦，你在干嘛呀？我刚开直播，不得不说，练手加奶茶。嗯，你不会就是来问我这个吧？嗯，我们一起唱首歌吧。行，你想唱什么？问问他们想唱什么？问他们干嘛？你想唱什么？你问他们干嘛？今天我要初恋了。什么？今天我要初恋了是什么歌？哦、你自己编的吧。今天，你要结婚了。你要结婚了。今天紧张，不行不行。唱歌有老婆。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蒋舒婷已经有这个代表曲了，不能再唱这首歌。她跟她的乐乐姐姐已经要嫁，已经要结婚了。行不行？我不会唱这歌。没事，你用甜甜姐姐。甜甜姐姐照着你。说甜甜姐姐照着你。Oh my god！ 有人照了不起啊，真是的。啊，你最好是。我也有人。真是的，你们两个唱个歌吧，我想听，我想听。你的人在哪儿呢？我想听花。你想听，关你什么事儿？你想听。你想听。行。你想听，晚上唱给你听，行吗？你让江疏婷点歌。什么？谁点歌？你让蒋舒婷、叶蝶点个歌。
两出题叶蝶点的歌。我跟郝静怡这个死党关系，还要让我送个叶蝶点歌？那打个折吧，那打个折吧。啊，打个折。让我想想，一个皇冠吧。打折怎么还往上打了呢？真是有本事。他想听花园宝宝，他要听花园宝宝。我会，我会。玛卡巴卡玛卡玛卡米卡玛卡梦，爸爸白雅雅卡玛达米卡玛卡梦，笑鼠了。蓝天线宝宝，天线宝宝怎么唱？不会。哎，有人点歌了吗？因为我喜欢拉拉。嗯嗯。哦，真的，有人点歌了哎。这玩意儿可以。哎哎，这可以一起唱歌哎！但是我很卡，我是不是应该拿个耳机啊？我是不是应该拿个耳机啊？蒋诗婷，帮我拿个耳机，求求你了！在我床上。栓 Q 啊，我真的栓 Q 啊！不是我耳机不卡了吗？不是，是我不知道，就是用耳机的话，听不见你自己的那个虫声会好很多。这也太高级了，这点歌还能一起点的。早晚有一天当成 KTV 房算了。可是我，但是这个设备不是很好。我的声音好小吗？说实话，我不是很会唱这首歌，你信吗？我也不是很会。喂喂喂，听到了吗？听得到。我说我不是很会唱这首歌，你信吗？没关系，我们就一起瞎唱。可是这个会有延迟，我听得好难受。真的假的？嗯，我没有。我有，我好难受啊。你把它那叫什么拔了再插一次呢？是。喂，好像还是有。哎，没关系，就这样吧。那你就带一只这样子。喂，就不会延迟了。喂，怎么样？好像还行吧。啊，不，还是有，就这样吧。好吧，我要开个音响。哎，你刚点好 ，OK。我在等待你的加入。哦，开始了吗？这歌怎么唱？谁来教教我？你可以开原唱吧。不要。你先。这有原唱吗？啊，没有原唱，等一下。像是心被切一块，切一块，下次再也不敢放大爱。谁知道诸葛才一般，桥段都还没唱出来，就突然。你的出现爆破了悲哀，那大我有初恋了，不可能我有初恋了，可是真的初恋了，这一种 feel。 你们听着没有延迟吗？我有真的初恋了，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你唱啊！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有一次初恋了，就算讲有一点荒谬，谁在乎我？你延迟吗？我不演呢。我好演啊。啊，我想起来这歌怎么唱了，哈哈。
你有看过吗？101看过。你来吧。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你来吧。你听听听我的节奏。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有一次初恋了，就算想想有一点荒谬，谁在乎我？天啊，我这边听着好延迟啊！我还好，我一点都不延迟。就是你是慢的，然后我是快的那一拍。我听到的是，你稍微慢了一点点，然后我是啊，这个功能还需要再改进改进哦。别用这个了，你如果想唱歌的话，自己唱吧。我们用 iPad 唱吧，大家可以点了之后，我们用 iPad 唱。不是，等一下，是你想唱歌，又不是他们，怎么又点歌了呢？但这，等一下，这歌我真不会，我可以听你唱。是什么？哦，这个啊，我能不能不用这个设备唱啊？我好难受啊。可以啊，我们等他放完吧。啊，我们听他唱完吧。我没听过这首歌。这谁的歌？梁静茹。哦，我是梁静茹单推。哦，你快唱啊，真有延迟。那你听到我有延迟吗？没有啊。这个回音特效是什么？回音特效在哪里看？我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在哪里看啊？我不会，完了，我不会用麦克风音效。麦克风。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没有啊，没有回音啊。不是回音，你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吗？录音棚。喂。小房间。喂。来个演唱会吧。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这歌有点太久了吧，所以才犹豫。好了吗？清楚了吗？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就见人心，存一次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耶、你来嘛，你来嘛，你随便唱。我不会唱这歌，真不会，没听过。大家点一首，下面大家 点一首能唱的吧，会唱的，我们俩都会唱的歌，点一首嘛。有好心人吗？不要。你快唱，你快唱。勇气，你会吗？你的温柔会，勇气可以。我们还要想一下。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我想看看其他特效。因
是什么？喂，摇滚是什么呀？啊、哦，我每次都开的摇滚。它是会有混音吗？如果是摇滚的，它每一个的混音都不一样。需要谁准许？是什么感觉？不介意我爱不爱你，就见人心。存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这个好 emo 啊！啊，我会唱《只对你有感觉》。大家点了好多歌呀！救命！大家点了好多歌。大家不要在这个上面点歌，有颜值。刚不说了吗？你们怎么？大家送什么？打弹幕就行了。歌有老婆是什么？啊，是什么歌啊？哦、啊，我上次那个歌。好，我们结束这首歌吧。他结束了，哎，还可以提前结束啊。我自己结束的。哦。不要再用他这个，他这个是有延迟的。对。你听我说话没有延迟吧？没有吧，但我听我自己有。你把麦摘了吧。摘了话，摘了吧。摘了唱的话，就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会很小，就是没有戴耳机唱会清晰一点。你放伴奏用 pad 放，我每次都这样。这样呢？这样可以吧？嗯，怎么说？就是你还要还是要保证一下你这个脸是正常的啊，不要就是以那种角度。没关系，他们见多了。我不是靠脸吃饭的，没关系。那你靠什么吃饭的？靠哎，别骂人。靠身材。哦，嗯，这样啊，原来大家都知道啊，都打问号，都是见识过吗？是。我唱歌，看告白气球。啊，行吧，我说实话我不想用它这个，因为它这有延迟，真的。那我们提前结束它吧，然后用 iPad 放，你觉得呢？可以。Thank you.
唱太好了，唱太好了，天哪，跟原唱没两样，真的是太牛了。超专业，超专业，超专业，这个可以，堪比原唱。我们这就可以去拿去打歌了，我跟你讲，堪比原唱，不得不说。好感人啊！哭了，感人，哭太感人，都给我哭。嗯，唱的太好了，太到位了。好感人。别再用他这个，拿伴奏放吧，不是拿 pad 放吧。你放吗？你放吧。行。我看我们还有什么歌，勇气，歌有老婆。我不会唱这首歌。我觉得嗯，你刚不是说你会唱那个嗯只对你有感觉吗？唱这个吧。可以啊。那你放吗？啊，我要看歌词。你再出来一下，我看看你叫什么。只对你有感觉，你会吗？你会吧？所以会啊。行。不，等一下，我有。哎，这个伴奏没有歌词。小贝，我一会儿把你昨天在我的视这的视频发给你。我知道了，你今天就是来找我 K 歌的。你在 KTV 里边是麦霸吧？我不是，我是那种默默坐在旁边的人。嗯，真的。最好是哦。嗯。嗯。我放了。等一下，等一下。哦，我是玩游戏的。能听到吗？
呢。啊。我声音很小。那我怎么办？你过来吧。我过来吗？但是会不会房间太多人了呀？不会啊，我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你房间不还有舍友在吗？他，那不太好吧？那我过来吧。嗯。大家准备好，我有一段时间要卡了。啊，他已经卡了，他已经卡了。进，我来了。你来吧，我把这个断了哈，我把这连麦断了。哦，对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连麦？对啊。是看到两个人。你先换个 WiFi。换。啊、是哪个？你这不是连上了？哦。对啊，我们房间就是离得很近啊。你房间的灯光好暗呀。要就这种感觉，不是不挺好看的？这也太暗了吧！我觉得很好看。想要个支架。还能垫高一点吗？这什么支架？但是这个，哦，我这高级支架一般人不会用，你也不会用哎。那我要把手机壳给摘了。横屏，可是我只有一个支架。我以前很喜欢这歌，我也是。哎，你也喜欢？也喜欢。哎呀，横屏吗？别上吗？可以。可以。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了，我房间只有一个。My, 可是横屏的话没有那个磨皮效果，是真假的？真的，那算了。真的真的真的，怎么样可以照到我们两个人啊？你看你放那个角能不能？我怎么说的？看一下。你还真去啊？这样子呢？也不能照到我们两个人。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哎，那我这个手机怎么办呢？我只能往后移。我桌上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太多，全是药，全是药，各种药。浪漫没见色。哦，对了，忘记了。我等会儿拿。为什么你们都在打问号？什么？听到了吗？听到了。谁在那唱？是什么歌啊？有点甜。不是吧？就是。我猜是龙艳萍。怎么在排练室唱这歌？我们要找他要版权了。好像搞这个是我们写的一样。这是我们的主题曲。哦，是段奕璇，真假？哦，那就不问他要了。哎，怎么回事啊？那不行。自己的队友嘛。那龙艳萍也是我们队友，不能要。哦，我手机最多只能放这么远了，家人们。你这个可以放原唱吗？我们来这是伴奏。那、啊、咋的？你不会啊？我不太会，想要有原唱。
你好实诚啊，你真的放三次，你这不是刚好有吗？但是这个没有，我没有 QQ 会员。你没有 QQ 音乐吗？我只有网易云会员。好，我有 QQ, 你就唱吧。我有 QQ 会员。那你要登吗？可以登吗？那你登呗。但是我这个得，哎呀，扫一下。哎，算了算了算了，没事，你就伴奏唱吧，相信你可以的。哎呀，你会的，可以的。You can.你们有什么用？我不行。还是这样，你就可以 B 站搜。你就这么给我唱。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你真的唱错词，挑错颜色，误解你。我把我的词给你。现在你唱吧。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挑错颜色，有点烦人。哎，你怎么唱我的了？来，哦，是我。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些只对你有感觉。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着我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这不挺好的吗？就是唱错词了。哎，没事，都唱错了。这个吗？不是，在哪里？在哪里？完蛋了！你看，我就说放原唱。好尴尬呀！我们应该放原唱的。那行吧，你放吧。我们 B 站搜吧。我扫码呢，扫 QQ。你只能看着啊，真的他有啊，这不是 MV 吗？是，就是你得，他是那一句出来才会有哦。你可以后台播放哦，对，后台播放然后看歌词试试。你把那个后台播放打开，在哪里？打浪。哦，那就可以。哦，可以了。哎，唱个歌好难，好累，好难。那它调很低，你的很低吧？嗯，我不能低的，我低不了。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挑错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微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好，现在我知道在这里还是得要原唱。却温顺，有时天真，有时很邪恶，对你傻狠就是舍不得。请吸收养分，让脑袋平衡，要你现身，动作慢吞吞，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微笑再美再甜，那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耶耶、yeah! yeah! 喜欢这首歌。还有他们点的什么歌我们来看一下。 Oh my god, oh my god, 还好我点了。还有勇气啊，那我今天晚上要点点。哎，一点哦，一点。哎，但这、啊、不等一下。哦哦哦哦，哪个怎么了？嗯，哦，哎，我为什么卡了呀？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哪个？算了，没事，直接用 pad。 但是我们得把它结束掉，就是点了之后结束掉吧。我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点。哎，为什么也不行啊？不拉索，为什么不能唱啊？不拉索，我不知道，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我们如果不唱的话，会退回的吧？哦，要连麦才可以。哦哦，那等会儿再连吧，先唱吧。可以，我们可以先唱，等会儿再连。你先吧，你先吧。嗯，好。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哎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我以为他一段主歌会有两段，我也因为那你看，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哦 ，perfect， 好感人啊！好感人，我都要哭了。嗯，不会是因为唱了你偶像的歌吧？我在假哭。嗯。下一首是什么？今天你要嫁给我。你们让蒋舒婷和她的乐乐姐姐怎么办？蒋舒婷走了。你看把人家都弄走了，你看看怎么办嘛？人家都走了。她其实可以待在这的，没有关系。啊，我也喜欢这首歌。你怎么喜欢那么多？这个是我生日表演过的，生日公演表演过的。你是跳吗？对啊。哦，对啊，我生日公演。哦，哦，那我们来看看吧。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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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历史，黑历史。不不不不，不用看，不用看。看看吧。不好看，没什么好看的。怎么到这个？这是我刚放的。你们觉得好看吗？你们有看过吗？又很早。我猜一个。
这是一号，这是一九年还是一七年呢？你可以猜一个吧。一七吧，因为我不不不一九，真假的？真的是一九。哦，因为我看你穿红裙子。是一九吧？我没有记错吧？这是 PV， 这是我的 PV， 这是我的 PV。我好卡吗？我卡吗？怎么还有马玉琳呢？怎么什么时候都有马玉琳？我跟他送过。我为什么这么卡呀？我到底是为什么卡？哪都有马玉琳。哎，我如果用自己的网，也许呢？我房间信号不好。五 G。这样可以吗？试一下。更卡了，算了算了，那没有办法。为什么卡呢？你这个音源不对啊。这是 Jenny 的音源。哦。现在好了吗？你怎么看这么认真啊？你看好认真，你没看过呀？我没有带 iPad 来，不然我就看你的。我算了吧，打扰了。我就看你的，我的才。哎，你这个还自带欢呼声，对对对对对对对，真是特别尴尬，就显得很多人欢呼一样。还是这个好听。不考了，不考了，只是刚好放了这首歌，不考古了。不要干这种相互刺痛的事情。我可以考古你的。不，算了吧，没什么好考的。不考。哎，他们让我看你的那个 Switch， 你没看过吗？上次还说看清宫也看到我了呢，但是直拍没有看，直拍不是后面出的吗？直拍不是后面出的吗？啊，确实。刺痛了，刺痛了，家人们，你们都看过对吗？那当然了，谁没看过？拉出去，拖出去。那你有看过我的直拍吗？我不刚看了一个，那个不是直拍，那就你一个人跳也算直拍了，官方直拍。哎，近期的，近些年的。近期没有直拍，近期没有拍摄位，没有特殊公演，没有直拍。我很久没有看过公演了。近几个月，近几个月啊，近几个月啊，我看过你的《深海之森》啊，不会没有直拍吧？有，那你看的是什么？你看是练习室吧？有，哎，有，有，有有有，哦哦哦哦，深海之森嘛，深海之森，之森，
你可以下次跳跳。怎么唱来着？下次的万里。哦，谁谁谁？水之水之歌，谁谁谁？那那那那那，谁谁谁？笑死！谁谁谁？看就看。不，不是说看你的吗？对啊，看就看。对啊。我喜欢，我喜欢，我可喜欢这首歌了。我也喜欢。在哪里？不得不说，家人们，你这个这谁起的这个标题，真的有点……哦，禁欲系，我给你念出来。好，不要再继续往后念，不要再继续往后念。我也不会念。哦，嗯。但讲道理，这是我去年的了。自己看还是有点奇怪啊，家人们。你可以跟我一起看。哇，你头发好长呀，接的。没关弹幕，这没关弹幕。哇，好多弹幕呀！还有出来结婚的，不错。甜甜好幸福，什么意思？怎么能看？怎么可以看到我呢？怎么会有我的？你们实时发送的吗？请问是实时的吗？是谁？是谁？不会是那会儿的弹幕吧？哎，我都被弹幕给吸引掉。前发的，哦，你的 C 位，我已经跳嗨了，嘿嘿，哎，怎么还有，怎么还跟我循环播放？怎么现在还有三十四个人在看呢？不会是跟我一起看吧？不是，是我的 pad 定了循环播放，不是我循环播放哦。王美丽是什么呀？王美丽是什么呀？
什么东西啊？王美丽，王美就是一个姓王很美丽的一个人。是你吗？不是我，我不姓王呀。那王美丽是什么呀？她就是一个，是个 UP 主，是一个叫美丽的人，是一个鬼畜。没有没有，她就是一个，她的 ID 就是她是一个拒绝，她的 ID 就叫王美丽啊、哦，我也不知道她是谁，不认识。是个 UP 啊，他们说是一个 UP 主，不是不是，真不是。我马上去搜一下。不是不是，如果我有 iPad 的话，你没有。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对，哦，我要去看，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用他的 iPad 搜，出眠没什么好看的，出眠，哦，我知道，我知道。哎，不用不用，没事。你们在搞什么？就是哎，我们这次记住了。我们还有什么歌没唱啊、哦？那个，来吧，唱歌吧。什么歌呀？看一眼。今天你要嫁给我啊、哦！来唱歌，来唱歌，来唱歌啊！这是不是有段 rap？ 不知道，好久没听了。啊、哦，他有一段 rap。哇 ，DNA 动了。嘿嘿，唱歌啊，唱歌，家人们，唱歌。谁呀、啊？带走冬天的天象。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唱完再看王美丽。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这个外语。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你知道这款是谁唱的吗？李丽丽的 house 不是，九丽丽的 house， T T in the house， 哎，还真是 T T 呀，啊，他是 T T， T T。儿的热情打动冬天的人们，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每一首情歌都会勾起忆，但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冬天的忧伤结束，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哭了的思念，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过着安宁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你要嫁给我。手牵手，我们一起走，把你一生交给我。哦、我随便唱的。不要回头，明天要到白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信着与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生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时建立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呜哇呜哇。好，准备看王美丽，看着王美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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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效关掉，不然说话一直都有回音。回啊，对，回音。他们又点了一首，哎，屋顶。你们怎么回事？你会吗？屋顶。会。不太会，那个好难唱啊，屋顶好难。笑死，笑死你们！OK。聊聊天嘛，聊聊天。哦，他昨天半夜给我发了 PV， 就是剪好的 PV， 怎么样？好岛，好岛，好岛，好岛流流，流流啊！还拿我这样自夸的，就是说呢，这个 PV 简直绝了。哎，我也有回声吗？我要把那个关掉。重置，重置。你看你刚开的那个立体声啊，在哪里啊？哦哦，难怪，难怪我一直都有回音。期待，期待一下，就期待一下。但是呢，这个疫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实话，我今天早上，嗯，还有我刚直播前已经变了两次，就是那个安排，公演安排。直播前还在变吗？我好害怕呀，我好害怕呀。很难搞啊，家人们。我觉得好难搞。我就怕他到时候会突然通知你，你又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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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谢谢，名字只是个乱码送权杖，谢谢。因为，但是那个 PV 真的很好看。staff， 哎，因为疫情真的很麻烦。在中心和在剧场编舞会有变化？当然会有了。剧场能用的东西还是比中心能用的哦，多很多，而且有那个灯光效果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灯光很重要，然后镜头也很重要。中心没有效果，就是会像练习室一样很简陋。嗯、啊，好担心啊！所以我现在暂时没有收到确切的消息，之前我是一直都提心吊胆。我是不打算搞这个事情。
我也是，但是我会一直提心，因为这样会提前精神内耗，会 emo 吧，是这样的、哦、不要 emo， 没事emo 我们就去就去，我们就一起去数，数是什么一起去爬山他们说一起去爬山，嗯，怎么跟你讲，这话不要乱说emo 就去看王美丽，你们怎么，哎算了，你知道一起爬山的意思吗？答应我以后直播不要再说这话了我们就是简单的爬山谢谢甲鱼的夜里，你要喝水吗？不用哎。哦，我饿。不是，你吃饭了吗？这是什么 ？Poppy 吗？谢谢安和。好奇怪，我们一起吃 Poppy。不是，我昨天刚好买了一盒，这口味，这个味道很好吃，真的。这是什么味道？那个。哎、我喜欢那个。我旁边只有这个。你没有拆开吗？没有啊，就昨天刚买的。救命，好奇怪呀、啊、大家不要对 Poppy 有太多的，有点思维合化哦，不能这样啊、哦、不能思维合化，真的。哎，你知道 Poppy 怎么拆吗？我知道啊，不都这样拆吗？他这儿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证？我不管，他就是这样拆的我就是喜欢暴力拆、嗯巧了吗？哎，给你们推荐这个口味，这个味道真很好吃，坚果巧克力。哎，我打不开，你还我手滑。你先尝一下。就是外面涂了这个坚果味道的，真的超好吃。是真的打不开，是真的打不开，我发誓，我发誓，我真发誓。先吃一口，先吃一口。嗯，谢谢小花的当家凝视，谢谢小花波波。真漂亮，啊，这个很好吃，有点巧克力。啊，它就是巧克力味的哦。我喜欢巧克力味。你吗？嗯。哦，我喜欢巧克力味。我偶尔喜欢。什么意思啊？偶尔喜欢，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它很腻。给你们看看，就这个味道啊，推荐啊，推荐，好吃。哦，我把我舌头咬了。他才是笨蛋吧？你们还说我笨蛋？到底谁是笨蛋？好无语啊！他刚说早上10点是吧？嗯。你要不要现在点啊？不然
你有囤吃的吗？就方便面。有，但是也不能天天吃方便面。我就天天吃方便面，会营养不良。还好吧。你看你这个营养不良，头发都黄了。嗯。我头发就不黄，你头发也黄过，那是黄过。只要人不是黄的就行。别来尬。我在乱说，大家不用打问号，大家别打问号，别打问号。你这个人怎么说呢？你这人吧，就是你现在一整个这个屏幕里，你的身上就写了一个大问号。他们每次都对我打问号。为什么你比我白呀？我就说你好像没开那个美白。你这个好黄，我是说没你黄，没你黄。我是说你这个真的有点黄。瞧瞧，家人们，来开个美白，拉满，我拉满。我觉得我还是没什么变化，为什么还是？是我这边光线的问题吗？你什么手机？13 Pro。哦，那没事了。你呢？12。没关系。那没事了啊，没事。没关系。就是科技总是在进步的。现在知道13 Pro 的好处在哪里了？现在知道了，家人们，自动美白。有被刺痛到。没关系，我们这个脸没关系的，不管怎么样都很好看。好，嗯，远峰蓝吗？对，真的，真的是，因为我喜欢蓝色啊，我肯定手机买蓝色。你呢？你手机是什么颜色啊？蓝色。哦，一个 T 是什么意思 ？TB。哦，不是啊，嗯，很贵的一个 T， 是真的。你们可别再乱交了，行吗？现在知道你经常那些口出狂言是怎么说出来的。嗯？什么？你在跟我说话吗？对呀、啊。什么呀？就是乱教啊，你乱教你。没有啊。教坏小孩。没有啊。好，要是没有的话，就是你内心就是那么想的，有没有？你说是谁教的？天蝎座就是这样子。我不信。我不信。我是 IF 有 I 什么 INFP 啊，我是 INFP。 这是什么性格的呀、嗯、INFP 是一个变态。真的吗？嗯，我就喜欢变态。不是，没有，我就是个变态。没有，是巨无霸腹黑变态，这样子的吗？巨无比腹黑变态，真的吗？嗯，真的。对 ，INFP。那我是什么？可不好惹了。我是什么？我是 ISTJ， 好像是 ISTJ。
ISTJ 就是一个色鬼。你怎么瞎说？没有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就是你，因为你是 IS 什么来着 ？ISJ 就是一个，你看都不知道，就反正就是一个统称来说，就是一个色鬼。你就是在胡编乱造。我没有在胡编乱造。你问他们是不是？是不是？什么？我这个很正经，我是一个严谨的人。是是，我这个性格好像是一个，是吧？很正经的人，是一个。那你的职业是什么呀？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法官。哦，我是公务员。哦，看，公务员一般就是工作太久了，然后呢，他就是。心里就是压抑太久，所以他其实内心深处就是一个色鬼，你懂吗？你这么理解是不是很合理？那你是什么？我是个法官，因为我经常判案子，我经常判案子，所以我就是一个见过的那些事情太多了。那你快把我判了吧，我就是色鬼。我已经判了，你就是色鬼。我是偷心盗贼。我犯罪了。把你的土味情话给我收起来。又开始了是吧？进监狱。又来尬的啊！嗨，王二奇。嗨。嗨，王瑞琪。嗨，小王。小王来玩，快来玩。小王快来玩，快来玩，快来玩。小王，哦，嗯，啊，他有小，他旁边有小马，嗯，哦，哦，哦，那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你怎么你在人家旁边待着还有空看我直播？你怎么爱我？啊正好一起，哎，可以他们两个一起来。缺你，王瑞琪。你有本事，从今天开始再也别来我房间。缺个你，缺个小马。再把这话给我说一遍啊！你有本事再也别来啊！从今天此刻开始，你再也别来。再也别来啊、哦！你要是敢踏进这个房间啊、哦！看这是什么？沙包大的拳头。看到了吗？嗯，看到了吗？我是个变态。还好还不够，还不够。嗯，直播呢不能太变态。再来一点。直播不能太变，这个会被封掉。再来一点。这会被封掉的。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是可以的吗？会被封掉的。珍惜直播间哦，珍惜。好，我是说你，嗯，我不用珍惜啊。啊啊，好啊，我已经摆烂了。哦，嗯，摆烂了。那你摆，摆烂。你摆吧，别带着我的直播间一起。要死一起死。给你说一个最近我们经常说的梗。什么呀？把此次换成鼠，
束。哦，笑输我了呀！哦，我就说为什么？嗯，笑输我了。嗯，是不是一下可爱了好多？笑输我了。嗯，好搞笑。嗯、笑输我了。笑输喽，笑输喽。哎，我真的不联网哎。你这不是不联网，多冲浪一下，真的多冲浪一下。你这是直接，你是在山区，不，你是没有手机。我只是平时不看这些，笑死我喽。这很可爱啊。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多可爱啊。要数一起数，多可爱啊。笑数玩个游戏，玩个游戏吧。我跟你玩吗？那我一定会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废话，因为你游戏很厉害。没有，我游戏，你是游戏王。No, 之前玩 Switch 你不是第一吗？哦，那只是运气吧。玩什么呢？玩点我会玩的吧。玩什么？你们来说说看。掰手腕儿，算了吧。我今天没有力气掰。算了吧，不要搞这种类似人的游戏。不心动挑战，那个要提前找素材吧。嗯，我们来玩，你会不会玩小蜜蜂？这么幼稚。小蜜蜂很搞笑好不好？小蜜蜂好幼稚啊。小蜜蜂很搞笑，小蜜蜂没必玩好吧，哪里幼稚。我有你没有。行，我有你没有，一共五个手指吧，还是十个手指？五个够了，来吧。谁先？你。好难想啊，珍惜直播间。好难想啊！哎呀，我有驾照。你好烦啊！我能想到的就是个，烦死了。我1.70米以上。哎，但是我增高鞋垫可以，净身高。你没说那个前提。我说，我现在不。想一个什么呢？想一个什么呢？让我想想。我净身高165，我也有165啊，就是要这个数字。不，你这是有165，我已经够165了，我有。就是165啊。No, 我有165，我有啊，我有165啊。好好，嗯，走开，嘿嘿，你过了。嗯，我身上有2处以上的纹身。这个你给我来这个是吗？你给我来这个是吗？我有耳蜗钉。什么是耳蜗钉？就是这个。我也有。
你看我这还增生了呢。这是熬骨钉。我这是我。这才是熬窝钉。这不一这一样的。不一样。这一样的。我也有熬骨钉啊，但是这是熬窝钉。谁啊？不一样。有人吗？是谁啊？不知道，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哦。行吧。我腰上的骨头裂了。啊？我骨头裂过。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会裂过？裂过没有？我行。折了没？一个。折了，我现在只有两根了。好好好。啊！救救我！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呀？救命！我会拉二胡。你是指二胡还是指乐器？二胡。好啊，你非要搞这种，我会弹贝斯，给我折。我也会啊。你会个？我会啊。你会个粑粑？你会？贝斯嘛，就随便弹弹就行了。那我二胡也可以随便弹弹，我拉也能拉出来。那好，我们都不折。行，好，到你。救命！好难啊！我是前辈，我是后辈，你这不是搞什么？我，哎呀，好难啊！我一级过三次，真假的？真的，我不信。哎，哎我。我只有两次吧，哎，我一级过几次？我一级过三次，对。就是先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然后三支队伍，行吧？比惨是吧？你，你。让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我。我不能看弹幕。我想不到了。我。好，我要赢了。我现在是短发，我可以立马拆头发。那你拆？我拆了也是短发。行，到我了是吧？我左耳失聪过，就是听不到，就耳聋。比惨大会是吗？这真的是比惨大会，我真的失聪过左耳。好，我未开过刀。救命！我现在去拿一刀。行吧，行吧，行吧。
问题？什么比惨大会呀、啊？我也没有割过阑尾，主要是赢了，但是赢的并不快乐。那你要有一个惩罚，惩罚什么呢？惩罚你一口吃十根 Pocky。 你这是在惩罚我吗？一起塞十根，好狠的心，你真的好狠的心。开玩笑。豌豆射手下风。让我用口红画脸。可以啊，哎，我可以，哎，你自己说的，可以可以，好，我同意了，你我同意了，哎，快快快，那个我口红在那儿，你随便拿一个。啊，哪个呀？这个吗？哦，都可以。它是红的吗？它是红的，还是吃土的红色？你能不能画个好看一点的？啊，你画一个好看一点的吧。我不，我不。来吧，你真的画一个好看一点的吧。我是靠脸吃饭的，你是靠身体吃饭的。我现在靠脸吃饭，现在又靠脸吃饭了。靠脸吃饭的，真的，你是靠身材吃饭的，也靠脸。你现在不靠脸。来吧，咋给我半张脸让我画呀？你要画整张脸，不然呢？真的吗？不然呢？你这眼睛能虚吗？你能面积小一点、啊？那你求我，求你，求你，哪有这样求人的？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逼我，求你！说实话，家人们，我刚受内伤了，就是一整个被真的被锤死了，是真的有被锤的。我很轻的好吗？锤出内伤了，我明天这个胳膊可能就废了。我想想，好吧。你要画什么呀？你猜，你先别看，你转过来。我是说你别看屏幕。你真的面积小一点哦。嗯，三不许看。三什么？三三三零。就这样吧。我是老鼠吗？哎，还挺好看的。而且你的鼻头还是爱心。哦，不错，谢谢你哦。我真的会谢，我真的会谢。太善解人意了吧，郝晶晶本人。太善解人意，但是你这个面积好大，我整张脸不大，但是我画的很短。行吧，行吧。多好看，可以。我打嗝了。善解人意，好听啊。别跟我提我的 Switch 了，我的 Switch 已经在路上待了好几天了。我不能再玩人菜瘾大。不可以，我怕我又输，
这真不行。别搞。好，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再玩什么？再玩一个什么呢？玩个我擅长的吧。你还有擅长的？什么呢？有什么呀？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擅长什么，你没有。我想找一个有把握的。你没有。哎，掰手腕。你不是没劲儿吗？我可以。那你您不可以。你有劲吗？你怎么样？你厉害吗？我不厉害。哦，那就掰手腕吧。你不是没劲儿吗？我可以的。你不可以。我为了赢你，我是可以。你也不可以。我没有白送。我觉得我可以，我掰手腕很厉害的。你不可以，你不可以。我真的很厉害的，来一次嘛，来一次嘛，真的来一次，来，来，来，我今天一定要赢你，真的。我们这儿也不行啊，对吧？我们这个位置不对，位置不对，嗯，是什么意思？你有桌子撑，我没有。你也可以撑桌子啊。怎么？难道顺着来吗？哦，对哦。那在地上吗？趴着。或者你啊、哦，我去对面。行，来。你真的。厉害吗？我真不行，我没骗你，你真不行吗？我真不行，我都掰不过王毅。真的吗？嗯，真的假的？大家说真的吗？我真的没掰过王毅，我好害怕呀，万一我又输了怎么办？算了，我们不玩游戏了，我好害怕。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不玩游戏了。好，嗯嗯嗯，我没有力气，我等下次再来挑战。嗯嗯嗯、下次再来挑战一下。好，何必呢？我下次换个别的，等我想一想，我哪个比较厉害。嗯，没有。别来尬了，家人们，搞什么土味情话？这叫比赛吗？土味情话比谁更土是吗？那我也没有这么多土味情话。我可以跟你说好多土味情话，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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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逛三元，两个人怎么玩逛三元？推手的话要站起来吧？推手的话，那我不就输了吗？我推手跟谁推我都推不过，任何人可以推倒我，因为之前玩过，之前在我们队玩过，这不是没倒吗？那你会倒吗？我不会，我是常胜将军。哦，不错。我决定播到一点整。我也是，我刚才跟你说，哎，那我们的歌怎么办？我没歌啊。有啊，他还点了两个，这不是刚才的吗？哎，刚刚我明明看到有人点了。哦哦，
那没有了吗？可是我们要把，我们得连个麦。哦，我们要把那个收了。哦，来来来，连起，这怎么连？啊，我没连过麦。哦哦，找到了。哎，好吵，这样好吵啊！哎，为什么我卡了？我这里没有你。哎，我结束一下。我把声音放小。救命！好，然后我们得唱那个歌。好，结束。哎，演唱时长不足，那等等一下吧。好烦。那有多久啊？一分钟够吗？欣赏时刻。嗯，结束不了。我结束不了。你结束了啊？我点了吗？嗯。还有一个。OK， 没有了。OK， 我要去吃火锅。啊？哪来的火锅？在Coco 那。没事，我一会儿去玩阿瓦隆啊。你跟谁啊？我跟那个好多人哦，我跟我的老婆们。好，嗯 ，OK， 嗯，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你吃你的，我玩我的。好，好，就是结束直播之后，各自嗨是吗？嗯嗯嗯，各自去嗨。嗯，可以，很棒。嗯。吃的开心啊。我今天就吃了一顿。你吃了什么呀？我吃了面。啊，我也吃了面。我是煮的面。我是泡的面。哦，好惨。没事，我现在不饿。我刚吃完2个小时。我晚点再吃。几点？几点？好了，好，下播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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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阿瓦隆了。
拜拜。拜拜。